请问放生的钱可否拿来认养动物园里面的伤残动物，或作为救助动物的资金？这应当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甚至于我们用它来啊印这个护身这一些宣传品都行啊，像印这个护身画集啊都非常好啊，劝人家不要杀生啊。因为现在放生实在讲，这个一般法会里放生流弊很多啊，因为特地要去定，你不定他就不抓，因为你放生那个他就拼命去抓，就是放生变成害生了嘛啊，所以这是产生错误观念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啊。真正的佛教我们放生不是大规模发挥放生，是你平常到菜市场买菜啊，你看到这个动物啊，看它确实能够活得下去，你买了放生啊。如果说是看那个样子的时候啊，没有办法活下去就不必了啊，那什么，那是它的业报啊。这真正生命力很强的话是可以，是叫你这个随缘呢，不是有意也去做的，这个是好事情啊。常常有这种人遇到了就会帮助，要养成这样的心，这样的一个行持啊就好。